去的是深水埗，然后我要去深水埗那边呢找一些传统的早午餐，例如像是肠粉啊、豆浆店啊，类似那种东西。OK， 我们等一下到了再讲吧。他居然没开，从楼烧买耶！哇，新的东西是吗？他又没开了。这边就是深水埗的生态，三水埗。结果呢？现在什么都没开，就只好吃这个吧。今天点的是热的冻柠茶。这个是餐肉蛋上海面。这边很多在地的小吃，像是面食啊、茶餐厅啊，而且价位都很便宜。所以如果之后有机会来香港旅游的话，可以来这个深水埗这个地方吃到便宜的小吃。来这边呢，一定要吃龟苓膏，这就是铜锣湾的勾和堂龟苓膏，哇！就是要来吃茶餐厅，超级大的菠萝油面包，这个是火腿味的通心粉。现在要去超市里面扫货，那我们就要来到这家百家超市，这里面什么都有。